现在已经中午11:30了，你看我们早饭都吃完了，这俩人在这玩。我带你们去看看我们家小韩，你看。早上起来，今天也没去上班，挡着窗帘在这睡觉挺好呀。今天为什么没去上班？装死，还不理我。那我爸爸干嘛起来？我今天要过周末。今天周末是周末吗？今天不得上班吗？对。又不上班了？对，放假了。今天。昨天太晚，昨天到了3点，我今天不去了。自己给自己放假，你是老板呀你？你看，还挡个大窗帘子，睡得怪好是吧？哈哈，大哥，你不想睡觉吗？窗帘开。韩雨辰，起不起？几点了？睡到下午，睡到明天早上的中午12。我晚上3点。再睡一会儿，下午起床。下午起，你别起了，韩雨辰走，带你们回姥姥家。让他自己在家睡去吧。啊，我们睡姥姥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秒妈妈，看我们家小杨同志。你们说的这么好，这么好的好吗？天天也不上班，就在家里，就这样。昨天晚上刷手机刷到3点多，起不来床了。不起床，你就自己在家睡吧。你，我跟你过，走了，去姥姥家，让他自己在家里睡去吧，睡不死他。自己把衣服穿上，过来，我给你换衣服，可心，过来，穿衣服走人。咱不在家里，在家里，不管他了，不要他了。对，把他们。下个我给。等着哈，让我去拿东西。嗯，行，爸爸。走，收拾好了吧？嗯。穿鞋了？嗯。走，妈妈穿鞋走人。走。可心，那你爹自己在家里吗？可心啊，我们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在姥姥家住着，让你爹自己在家过去吧。啊。听着没有？行。可是你得回来上学，要不你跟你爹在家里。嗯，不要。反正我才说两天假。走走走，电梯来了，让他在家做光杆司令去。摁一，摁。那个。嗯。哥哥领着，对，不听话就把你们扔在家里陪着你爹。还这样呢？你走着去吗？走着去姥姥家太远了。没事，走到晚上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，上车。嗯。可心上后面跟哥哥一起。哎，让哥哥保护你，哈、啊。车里这堆东西让你爹拿了好几天了，还没拿回去。好吧。嗯。在后面好好坐着，我们要走了哈。我要自己开车，我就不拍了。过一会儿到我妈那儿再见。韩雨辰，走啊，到姥姥家了，快走。走，见见。他爹怎么来的？哈尔滨呢？走他干什么？我们来就行了。你不也一块来吗？没来，他没来，我们自己来的。你睡懒觉呢？睡懒觉？啊。你妈生气了？你妈生气带你来了？啊。上姥姥家了？啊。好的，不要他了。嗯，不要了，换一个，给你换一个女婿。不要他了哈，可以。不要爸爸了哈。哎呀，我这包怎么那么沉？哎呀，你。哎呀，生气，早上饭也没吃。幸好我姐买了些好吃的。还是在自己娘家好。妈妈，哎，宝宝在干嘛呢？看虾呢。我儿子在姥姥家开不开心？嗯、我们一直在这里好不好？嗯，陪哥哥玩呢。你坐在板凳陪哥哥玩呀。嗯。妈妈，你当哥哥的虾。真好看，你的小虾。在上海的兔呀。嗯。妈妈，我在这边保护哥哥呢。你在这边保护哥哥啊？嗯。刚才刚吃了什么？
中午饭晚上饭一块吃了，被我妈教训了一下午，明天要赶我回家呢。今天视频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